这路边这一间改建掉了，其他的都是原台留有。上面甚至还有一个小阳台。哦，其实现在不大容易跑，大概八十几年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加强关照而已。这样子，对啊，就加强关照而已。啊，后来这个是改建的。对啊，这里面很住。好。那边你们家都做好了呀？好好听，你们家。